休息，我们已经两个星期没有休息了。您累了，您累了。你休的开心啊？我没有，就是你休的都已经发福了，你知道吗？没有发福，你是充气了。没有没有。所以你这两天在干嘛吗？这两天我在家里看你的直播，就看到你。我前两天还在跟旺旺，昨天我们预告有没有听到？我问你的就是你做主播实至名归，你那种反应能力，旺旺叫你那个展示系鞋带那一瞬间，把鞋子脱掉那一刻，我在家里头都在地上，就你那种反应能力真的快，真的很厉害，你真的很厉害哦。你要给你点个赞哦。好，我们第一个零食就是我们的良品铺子自己埋的梗自己往上铺，就是我们的良品铺子。在良品铺子大家知道吗，它成立了15年，深耕我们华中，福照我们全国。让佳琪跟大家介绍一下这礼盒里面有什么来。快点，尴不尴尬？不尴尬。你说我现在从弹幕，就是从那个反送你的看你的脸，这脸真的这段时间非常重，不可能，巨重无比那个脸。没有吧？真的很肿。是因为你很久没有看到我、啊？不是，是真的肿。欣欣姐是不是？干嘛要换装了？啪啪 biu 啪啪 biu。确实，确实，你看的那个要拍拍拍。很肿。真的肿吗？非常肿，他们都说很肿了。是没化眼妆吧？我眼妆比较淡，这两天因为想去种睫毛，所以这两天就没怎么化眼妆。哦。我们现在就这样。哎，那我嘴巴拉长点。这样现在给大家，他们说可能只是胖了，他们有时候还是很漂亮的。谢谢谢谢谢谢，他说你是嫉妒我，他绝对是。来吧，旺旺已经拿出手机了，表示张玉他来了，来了来了来了，他买给他姑姑，因为你跟我说过他姑姑要宴请领导，就用这个酒。是不是就是他们家里的亲戚都是一个路线的，就经济实惠路线。扫二维码，你要干嘛？扫一扫，看什么？有惊喜，你扫一扫，等会给你扫一扫。你扫一扫，你扫，你现在扫一扫。我手机，好，我现在扫一下。你很有，你先跟大家介绍，我来扫。它后面有一个比较感兴趣，叫做揭开二、啊，揭开扫码有惊喜。结果只要是一句过年的拜年话，结果是他们的公众号，你信不信？如果是拜年的话，我会骂人。肯定是公众号，一般这种商家套路都是公众号。进都进不去。进都进不去，可能人太多了，可能跟我们直播间一样卡。稍等一下。访问一下吧，关注一下，然后呢就是关注啊，然后已满十八岁，他先跟你确认是不是满十八岁，然后呢进入注册有机会收，那么你蛮可爱的嘞，恭喜哇，抽奖抽奖，一定是谢谢参与，你信不信？张宇，你这个 APP 流程有点复杂啊。对，你这 APP 已经让我们跳了10步了。谢谢参与，谢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跟大家说啊，不用扫二维码了啊，这个后面这个揭开有惊喜，不用参与了，应该都是谢谢参与。万一有机会呢？万一有机会。张玉的红酒真的性价比超高，旺旺都拿出手机买了，对，就适合那种就是又喜欢喝酒又抠搜的人。哎，你不能说他姑姑，不能说他姑姑。对对对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姑姑姑姑，可以了可以了，我就是特别适合那种性价比高嘛。对，就是。因为他们家族的路线是这样的，就是勤俭持家，因为他们家的一脉这样的血脉嘛。啊，当然很多人买，我看到都很多人都是勤俭持家。热爱中1420又来了，热爱中、哎。我们的女生们都是勤俭持家的女孩。哎，我跟你讲，看你直播的都是勤俭持家的，对，就知道怎么合理用自己的钱。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已经热卖1800份，都是反正要吐出来的。啊，吐在哪里？对吧？对，没错，就如果你喝多了，但是还是跟大家说，18岁以下不能喝酒，然后也不要让自己喝多了，对，好不好？这个酒的后劲，因为大家都是红酒的后劲还是挺好，好不好？是，所以就是大家最近不开心的时候，或者最近有点 emo 的时候，你还可以让自己变得比较的有趣。哎，你最近看到一个东西吗？一个新词，叫做 emo 哈。哦，我不知道 emo 哈 ，emo 哈什么？就是一边 emo 一边哈哈哈。嗯。现在一种人的状态。emo 哈。哎，这个很现代人，这个很。我感觉我自己现在就是5G冲浪选手。你好厉害！今天我突然看到的，我在这里苦笑了一下。所以你觉得就想到你们？你觉得？那你觉得自己是哪种？你自己是哈人？我是哈人。你是哈人？然后他们就是你们是 emo 哈。嗯。一般一边 emo 一边哈，就是 emo 哈，真的超搞笑。现在的宋总是夜猫，好不好？辛苦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我们 low 多多的支持，我们的多其实很快了耶。我很快。对吧？还有17个，现在才10点钟不到。对，这样的速度大家还是觉得可以的吧？今天让大家早一早起，因为今天星期几啊？6。哦，我以为明天，再加点链接呗。开玩笑，开玩笑。
我们底下还有助播场十几个呢，好不好？让助播可以早点播完，让他们也早点休息。现在他们感觉像是半死不活了，对啊，每个人的状态就是，感觉没睡醒。我也想说他们，可能助播最近有点真的太累。眼智能锁啊，来吧，所有女生们松下，我们上链接喽，马桶盖，大家可以自己抢起来喽，辛苦大家，好不好？75号宝贝哦，大家可以赶紧抢起来。嗯，来，所有女生们，我们的可视猫眼来了啊、哦嗯！我们这边你可以看一下，因为很多妹妹想要这一款，就是可视猫眼 的，就是它可以做到一个实时的，比如说视频对讲，然后你有的时候可以看到外面人是谁，到底是谁？有没有看一部电影叫做《门锁》？太吓人了！那个，对，那个太吓人了。真的，那个我跟你们说，如果有人在我们家。我不会开门的，我不会站在那里，就我就不会还忘的，对吧？还开门还忘，不行。有这个时候有猫眼，就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情。马上拿开手，马上报警，马上打开手机，看外面到底是谁。对，对吧？然后赶快马上反锁门一下就行了，好不好？其实大家真的在过年过节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特别是如果你就地过年的女孩啊，同意。特别是就地过年的女孩们，你们在出租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特别重要哈。身边因为过年过节，可能你那个出租屋那边的人就他们以为你回家了，以为就回家了，就是、入室盗窃，对，然后发生一些危险，所以我们给大家包括你可能那个就是那个出租房的旁边那些人都有人回老家过年，可能你旁边没有那么多人的时候，我建议大家请自己的朋友一起来家里面一起住。对，就是都是出租屋朋友，对，太多人，对，就邀请一两个好朋友跟你一起住，因为我觉得过年还是比较的容易出现危险的一个情况，对，好不好？这个就很棒了。哥们，我们的第一支 Mary Cash， 我们的脏橘色，对 ，Mary Cash， 是那个时候李佳琦念这个颜色很火嘛？对，就是大家快来报 MAC 色号，然后摆了一座山的 MAC， 我就是这个视频种草的你。所以你是这个视频认识我的？我是这个视频认识，我看了那一场直播，然后后面剪的是看到那个视频剪辑。然后你在这里说，哼，以后还不是我坐这儿？是我怎么会说这种话呢？我怎么会说这种话？我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仰慕你，包括现在也是啊。话要说完，好紧张。来，我们来重温一下当初。所以有的时候啊，都是缘分，都是缘分，都是缘分。我们来回忆一下。然后也有一些小心机。要不然旺旺也不可能坐这儿，没有这种事哦。旺旺以前是我的粉丝哦，你们敢信吗？哎，我然后用尽一切手段来我们公司上班，然后用尽一切手段坐在旁边，然后就定住了，就不走了。这个手段就是努力工作，我跟大家说明一下情况，好吧？哎，而且我以前很喜欢张艺兴，我就去做了几条，我很喜欢你，我就做了那个你的助播啊。来吧，所有女生们看一下哦。他们说你们现在公司还要人吗？我们现在公司非常缺人，赶紧应聘吧啊！来，所有女生们，第一支 Mary Cash 张橘色，这个就是我跟你们说非常有氛围感，而且有质感，而且巨显白的，就是气场十足的一支棕橘色。这几颜色大家一定可以买买看。这么多年了，所有女生们，李佳都已经播了五年了，播了第七年了。然后我已经就是孔一哥火了，已经三四年了，这几颜色还是很好看。真的，我第一次涂它跟我现在涂它都还是好看，就是完全我觉得品牌这种经典色做出来就是不过时的那一种，好不好？好看吗？是不是很漂亮？拔错啊，所有女生们，这几年大家真的买起来8500支。然后我们下一支颜色是 Ruby 5，而且不用我多说了吧，它的质地其实现在不会特别拔干了。对，嗯，谢谢。来，我们就来展示一下，因为我们用过更干的口红了，以前都没有人就做这么干的口红。其实是经典的我们的子弹头，然后这次颜色第一支就是我们的棕红脏橘色调 ，Mary Cash。对，阿秋作为自然肤色的女生，其实驾驭这支没有问题。暖冬的感觉会比较显白，而且如果你厚涂的话，它会有那种比较高级的质感。是的，阿秋其实是薄涂一点点。没错，来下一支 Ruby 5，因为你知道我要卖 MAC 的口红的话，就是经典款的子弹头的话，一定就是要选真的好看的颜色和值得买的那些明星色。所以我们今天选了两支，一个是 Mary Cash， 一个是 Ruby 5，然后我们送。小辣椒或者是 Russian Red 俄罗斯红，嗯，好不好？来看一下 Ruby 5， Ruby 5太有名了，蓝调好干的 Ruby 5，我觉得那只就是不太干，这只就是 Ruby 5真的好干哦。但是没关系，你可以用一下这个，我们的初给它一直打底。但是我跟你说，不干不是 Ruby 5。说得好，哎，这话说得好。
就我之前概念里，就是 Ruby Woo 怎么推都推不动，会卡住，真推不动，就是你要使一点力气。蓝胶正红色，但是干有干它的干的味道在，是怎么也卡住了？哇，这很久没有涂这么干的 Ruby Woo 了。就如果大家不是很喜欢那种特别干的质地的话，你可以做一个那个唇部的打底，涂个唇膏什么的。但 Ruby Woo 真的很显白、Ruby Woo 真的非常非常的浓烈、复古、惊艳、显白。Ruby Woo 太白了，真的。我跟你说，这个好神奇、哇哇，你会做这个吗？你跟杨洋打比赛，对，我跟你说这个动作，你做到后面你会想死，用这个。对，好不好？你们俩就一直做。可以的，看谁先过去。这个我跟你们说，锻炼一些就是很厉害局部的一些肌肉的那种饮食，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而这个有很多网上的操作，有很多的动作，就是在家里面可以做，而且是不吵大家的，就不吵到你身边的那些人的，很安静，好不好？等下来买啊，这个就这样，你要把手举起来，但是很痛。我跟你说到后面，还对对对，我跟你说，你这个掰掰肉你会痛死。很一会儿我们比赛，两位参赛选手。教练站前面来，那我们切过去吧。所有女生们，底下这个弹力棒你们一定要买，这是我自己在 Keep 上买的弹力棒。所有女生们就是这样做，我跟你们说，跟杨洋和旺旺一样这样。我还好、哎，大话不要说，你底下会痛到死掉和非常的僵。哎，稍微伸直一点这个地方。哦，好的。对，收到了。你们在家里面就这样做，因为它是健身完全无声音，因为我们用这种比较小的那种和居家的这种。哎，你要看杨洋他那个打的有多上下。哇！累不累？太累了。累不累？不要停，还有30秒，加油！哦，相信自己。哦、我跟你说，真的很酸，很 很酸。哦，很。15秒。我不行。你可以的。我不行。你相信自己。10秒，10、9、8、7、6、5。四、哎、三，还有3秒，二一，好停。我 hold 不下来了，是不是感觉有点厉害这个东西？哦，是不是巨酸？我现在觉得我这里巨紧。然后比如说、女生就会很害怕，就是胸部不紧实嘛，对、对吧？或者是对对对，然后就是有个动作，就是你可以把我们的那个就是健身棒放在我们的右侧，然后你手稍微打开一点点，然后就做这个动作。我跟你们说，这个动作做完了之后，你的胸第二天会胀到飞起来，特别是男生的胸肌，胸肌，对，好不好？就特别是男生，你做动作，还有男生可以做这个动作，忘报男生，来来准备这个动作，如果你可以做五分钟的，这个是练哪里？这个是也是胸和手臂，就这块三角肌，对，这两块以及胸部这边的肌肉都是可以做这个动作。这个动作你可以只要做5分钟，我跟你们说，真的，第二天早上起来你自己摸你自己的胸部那个地方的肉，巨酸，不是自豪，是巨酸。是，这就是弹力棒，它还有很多的动作，它还可以练腹。对，然后刚刚你想不想试一试？因为你腹很厉害嘛。哦，我来，我先然后教大家吧，就是这样子，对。先坐下来，然后腿部起来，伸起来，然后这样子，我跟你说，这个动作你做完了之后，你8块腹肌立马出来，就这个动作可以练腹，每一次30秒，然后你要做5组。这个感觉很累。你试一下，这个动作特别厉害，而且肚子的感觉特别明显。其实它挺多功能的，而且它非常多的动作，而且这个动作的话都是在家里面无声的一个动作。走，30秒，好不好？那我们介绍30秒的产品。你看嘛。不能走，然后你要挺，就是稍微的就挺胸一点点，对。哎，你们是怎么把握平衡的？就是把握平衡啊。就又很酸。就是你的那个核心要收紧啊，你的肚子那边收紧，它就比较好的保持平衡。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好不好？所有女生们，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健身弹力棒。但是大家在家里面做的话，一定要记得在客厅里面的话要避开灯，然后避开那个电器家电，然后再带到爆炸。你们可以给我看，就给你们看一下旺旺，我给旺旺发的信息，因为有一天旺旺把这个产品说，李佳，这是我们选的新品，你试一下。然后我一回家，我洗完澡了之后，我在那里敷面膜，因为我每次敷面膜就得打游戏，大概打200，敷这个贴片式面膜，然后我就把它直接倒在我的腰上，然后我就直接按摩，哇，我连续按2次，然后我超薄，对，我用了2天之后，我就跟旺旺说这个拨起来，它可以发热，展示一下聊天记录，它是可以发热的哦。都可以看是吧？都可以看，我们俩没什么内容，除了工作交流哈。啊，那很真实，因为他后面又给了另外一个反馈。是，
你看，这是我自己。对。好吧，我说真的非常非常的棒。好。SKG 的这个颈部，这个不是这个颈部，这个腰。到时候我们让 Keep 他们请老师来教大家一些女生的这种小的按摩技巧的一些动作吧。嗯，好好哎。对吧？我们请一个，因为 Keep 的那种女健身老师也很厉害的。好期待！上次我们请了男健身老师嘛，嗯，对。下次我们再请个女健身老师，上健身教练，上个健身课，可以啊。我们搞个健身小课堂，全民，不用搞健身小课堂，你们驻播场就行。可以，但是真的，旺旺说我可以，我可以那一天都是驻播场，只要那个健身老师，我可以换十个健身老师，好不好？到时候我们到时候可以看一看，因为我觉得可能很多女生还是在家里面居家健身比较多，嗯。我觉得可以安排一天，比如说某个星期五我休息，你们来健身课，请老师来啊。几个小时啊？两三个小时、啊、两三个小时的健身课，男生的动作女生的动作要用什么，应该怎么用，然后普拉提环怎么用，然后这个怎么用，然后泡沫轴怎么用，其实一下就教完两三个小时。放松舒展开始的时候怎么先做一些预备力，你又在想到哪个地方去了，好不好？新品就是绝对卖爆炸，我不敢说是第一名，就应该是爆炸。好用啊，欣怡姐，送你两片，你回家用。你明天跟我说感受。好，我跟你说，那个修红效果，那个修复效果超绝，要直播的了。好，送都送都送给你。他们应该还有样品的吧？有的有的。啊，那盒子也送给你。好。哎，我告诉你怎么用啊？就这里是安瓶，就洗完脸的就用这个安瓶，然后下面是面膜，就先涂它，然后再贴它。好的。我跟你说，这个面膜的修红效果真的绝了。你知道，一文姐用完了一张，给我发信说李佳琦，你把它卖爆。我就说这是你的品牌，我说这是你们家，我说你们家做的品牌吗？然后他说没有了，真的很好用。我说能有多好用？然后我试了一下，吼吼吼吼吼，太厉害了！他那个修红效果，我没有看到几个品牌可以做到他这样子。好，